啊，也是5月24号，今天的市场呢，这个波动很大，对吧？首先是早上是市场大跌，啊，是这样。这个呢，这个平台呢，是一个以色列公司搞的，上面有外汇，有虚拟货币，有期货、期指、ETF 都有，非常方便。我现在呢，买了一点。买纳斯达克涨的，把碗都收起来吧。今天赚了不少。是美国的500强指数，20倍杠杆，这是纳斯达克一天的图，是500强的图，现在我把它卖掉一点，这个20倍的杠杆呢？50%止损，赚50%呢，就 take profit。再做一个。我再涨呢，我再做空。